星星耶。嗯。高雄的景点到了。你看这个也可以看到东西。嗯，看风景啊。我喜欢看风景。看二叶。你们有吃过这个？那个是什么？这一个。那个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是糖果吧？嗯。哇。为什么依依要跟我一起睡觉？你问爸爸怎么按？嗯，你不要乱按哦。你要再看照片吗？还是你要拍照？你要按这一个，对，按一下。哦，按怎么有一个香肠？啊！嗯，怎么给我偷照相？啊！你在看什么呢？你在玩相机、啊？哇，你看！哇，这个太漂亮了吧！那个很贵吗？没有啊，那时候有很多大陆客的时候，可以有很多小礼物哎。现在六合夜市也能看清了。哇！好像全台的景点全部都变冷清了。还好吧。平日啊。我这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，哦，阿伯平日去一大堆游客家去。照片的啊，可是照片在哪里？照片在哪？再转转转，你再继续转转转。我，你怎么给我偷照？你要看照片哦。嗯。那我刚有跟你说，照片要看按哪一个？啊？按有一个三角形的。这个三角形，这个。我。哎呦，你电风要关起。哎呦，袂冷啊，那是。哎，遐长。不信，你这遐长，你怎么给我偷看我？你是摄影师，摄影师来，赶快来照这个妖怪，照这个马里奥开车。可是我流鼻涕了。摄影师也会流鼻涕。摄影师，你为什么流鼻涕啊，老板？你要关头了啊！